好好珍惜，就是你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段关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关系，然后还有你活着，我们呼吸的时候，都是在感受爱，对，我觉得这很重要。OK，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新歌，就是我刚刚在路上还在写，然后我想说，趁现在这个没有到不会到很紧张的场合，就唱一下。好。刚刚讲完我的家庭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跟我的家有关，就是我刚刚说我是单亲家庭嘛，然后我已经17年没有看到我爸了，对不对？17、16、16，对，16，还没27岁，我现在26岁多，还没有27岁，还好，大概16年多没看到我爸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或是每一段关系都有一定它赋予你的一个意义，就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学到什么。但是我可能就是只有从妈妈那边获得，但是你当然一定就是爸爸这边一定有爸爸要学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记忆就是很空白。对，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听到我的遭遇，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心疼你，好可怜。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会啊，我就觉得，的确我可能很久没有看到他，但是也因为我身上留有了他的血，那其实我觉得我活到现在，其实也就是这些曾经发生过的，这些曾经存在的爱，造就了现在的我。对，但是有时候也还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爸或怎么样？可是就会觉得说，可是或许就是面对每样关系的时候，就其实就是像在面对。即便这个关系它现在好像已经不存在，但是我觉得那还都是我们就是这一辈子都可以去学习的课题，所以我就觉得，对啊，我就是想着这件事情去写了一首歌，就是因为那疫情大家比较多自己相处的时间，我就会觉得，可能特别是在爸爸的关系，或者是在其他朋友的关系身上，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跟每个人的互动都反映了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所以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就是可能在这当中你会有痛苦，在当中你会有不解，会有很多疑问。可是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这个关系，就有点像是把石头丢在水里面，然后丢在水里面，不是都会让那个水没有波动，但是当这个波动平静了之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自己的道理，就其实就是觉得每样关系在动荡当中都是渐渐的帮助自己更加认识自己，然后肯定自己，也明白自己这样子。好，这首歌其实很简单，然后就是好，这首歌叫《无人应声》。一个人。
握着头说着，哭着笑着，难以消化的苦涩。我感觉像微预测，有没有人听见？永远沉默着。伤痕只是模糊的，爱都来不及问，没力气去恨，怎么又演变成我一个人，把一切留在水底，扬起层层涟漪，眼睛够清晰的是自己的倒影，想象你就在水底，接受着我的孤寂，你的话都交给了空气，无声的回应，一切留在水底，扬起层层涟漪，眼睛够清晰的是自己的倒影，从来不在水底，只剩下我的孤寂，你的话都交给了空气，空荡的回忆。你在哪里？我总是你，却找到自己。剩下一段时间，我也是有几首歌，有没有人特别想听？就是有没有人是专程来看我，然后特别想听什么歌的？欢迎举手或是点歌。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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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拿麦克风？免费独白。免费独白。好，我调个音。好，来，我看一下哦。好，免费独白这首。